那个，我们一位同仁还没有人到来，请议事组帮忙联络一下议员，那休息15分钟。先休息15分钟。
好，那请就位哈。好，休息十分钟到了哈，来继续开会。好，那请李文正议员发言。多谢主席哈。下早起哈，我有咧讲，咱政府啦哈，应该得爱哈，从下当安呢，带动讲这个。哦，经济会当发展啦，但是我即马我安尼甲看吼，咱的政府差不多拢用发的啦，哦，拢用处分的吼。啊，即马发家大家爱白叫无吼，啊发家大家吼，大项也袂做起来呢吼，因为规定真济。哦，我正要请迄、那个请问局长啦吼，就是讲迄、那个。像咱即马咱台南市政府的即个税收啦，吼，咱地方政府的即个税收，吼，迄个咱有统筹分配款嘛，吼，迄个统筹分配款一当差偌济？如果是普通统筹，大概在179亿到180亿这样。好，哎，即个统筹嘛是照咱的迄个，就是讲咱的建设的吼项目吼，咱所零靠啦，哈，都对啦，哈，啊，各位的财政努力啊，呢，这几行啦，啊，各位的，咱的一个啥营业额啦，好，算个，咱的营业税啦，哈，不是营业额，还是咱算个咱的厂商的一个营业额啊，啊，再去你若讲地价税，含这个房屋税，哦，咱因为这拢是地方税嘛，含牌照税嘛，哎，对。咱地方税最主要是，哦，是这个部分嘛，哈，征地税，地价税，房屋税，牌照税，安尼咱这拢总差得偌济啊？咱进是220亿，220亿啦。啊，你讲去年差不多87亿嘛，哈？不是，咱99年咱要升格院辖市的时阵，像讲咱的移山税咧，移山税，移山税偌济？移山税是算讲中央的税啦，吼，咱差不多本地的，不一定啦，有点像，吼，有人去缴，都咱都有本地嘛，吼，差不多平均起来，差不多伫个6亿左右安尼啦，一单啦，吼，对。啊，即马咱的移山税，吼。现在我们的移山税，现在他怎么扣？哦，我会记得说，如果我们有跟他说，10%。10%嘛。是。但是过去的时候，我们是照累进的嘛。40%相关。40%嘛。所以，他也是有一个比例嘛，才可以扣到。你如果没有超过这个比例，那个数字就扣不到嘛。这个移山税哦，所以这人就会讲话啊咧吼，你讲今仔我有财产，吼，啊，我着缴税，哦，这个应该，哦，应该是合理嘛，对不？哦，但是咱即马，迄个移山税，咱即马甲减啊剩10%尔啦，对不？啊，即马减啊10%的时阵吼，即马就讲这个土地吼，它就会囤积啦，哦，决定。因为可能我若像讲，迄个移山税因有一个吼比例时阵吼上悬那去啊40%，哦，可能我就会甲这个土地卖出去啊，吼，伊甲活用啊，哦，啊因为即马扣10%尔嘛，啊扣10%的时阵我就，哦，啊我以后我就百岁年老了，我就放互我的囡仔，放互我的囡仔，迄个我较交10%就会使啊咧。哦，对不？所以吼，一早起你伫咧讲，这个房屋税吼，还是讲地价税吼，这个调整吼，调整当然某一部分来讲是对这个讲，这个吼，迄、那个土地一个起价吼，这个加减难免有影响啦，哦。但是你政府你家己甲这个移山税吼，对会当扣到40%，你甲减啊上悬10%，
哦，所以这就造成真侪只个大财团、大地主吼，伊就安那呢，伊就以后百年老伊甲登记倒，所以颠倒会造成囤积只个土地嘛。哦，敢是安尼？哎，局长，伊本地的意思是讲，这税金减较少啦，吼，咱一寡伫外口的台资吼，会转来国内投资啦。啊，结果这政策目标算落空。好，对啊。所以咱这个政府就是讲受到财团的影响嘛。哦，因为这财团伊就哦啊，迄、那个伊就甲你话啊，哦啊话，政府就结果唔知影啊，哦啊就甲减落去啊，就通过啊。哦，你啊像讲安尼，迄、那个依山水安尼一当差不多，迄、那个减扣偌济。近是贵个移山税啦，吼、哦，吼、哦，含迄落咱讲移赠税两项加起来。迄、那个政府税，政府税咱诶嘛是财产有迄、那个吼过名较有嘛，对对 对, 對、哦，就这两项加起来差不多伫250亿左右安尼啦。迄、那个你是讲台南是全台湾？是，咱全省全国啦，吼、哦，全国啦，诶，全国。全国即马咱迄个安尼，才当扣250亿，是嘛？诶，哦，啊，你若无改进前呢？无改进前嘛差不多，无改进前也差不多。哎，啊，差不多是这个数目的，啊，差不多这个数目。是，好，因为哈，这个移山税啦哈，因为足济人伊的土地我都，哈，以后我都什么我都无欠钱嘛，所以我只好我的囡仔就好嘛。哦，所以这个土地伊会一直囤积啦。啊，当然你即马你讲哦，啊，起这个地价税啦，起这个房屋税啦，哈。就是讲会当来迄个避免这款的代志啦。哦，但是咱有哪会知影啦？哦，就是讲像咱一寡这个趁食人咧，哦，有当时啊，我的财产就敢若一间厝尔咧，啊，而且我搁爱立贷款咧，哦，啊，结果即卖你要搁给我起税吼？哎、哦，哦，你若像讲我有几若间厝？啊，当然，即个你有遮个财产，你爱加交寡税，即合理。哦，但是咱即马即拢是哦，除了讲啊，即、這个自用主体，啊是讲迄、那个啊非自用主体安尼啦。哦，啊那无，迄、那个即是差真济啦。哦，像讲话，伊就住间迄间厝尔。哦，啊，即对遮个趁食人来讲吼，即、這个咱情何以堪呐、啊？哦，像讲咱为着要遮个啊来照顾遮个少年人，哦，照顾遮个无厝的人，哎，毋过变作讲咱煞家起税咧，哦，啊伊嘛去予贷款立底甲平平喘咧，哦，啊所以吼、哦，这着予人真大一个批评啦，哦，因为咱无一个迄、那个全盘的一个配套的一个考虑嘛，敢是安尼局长？这主要是讲咱。一炸，比如讲房屋税，一炸拢什么30几档拢无调整啦，哦，这是安尼。假使讲咱头拄仔你讲的，渐渐啊去调整，今日就袂造成这种情形。哦，啊，我阁请教你啦，吼、哦，你像讲即卖足侪土地啦，吼、哦，国有的土地，所以我讲吼、哦，这个土地其实啦，吼、哦，咱的政府啦，吼、哦，因为上大的地理家就是政府啦，哦，局长安尼对无？因为土地起价嘛，哦，厝起价嘛，所以咱若讲一句较白的，就是讲，啊，我政府就定工放互起价啊，嗯，互差愈悬愈好啊。因为差愈悬的时阵，我的地价税我来扣愈济啊，我的房屋税我来扣愈济啊，哦，所以这个地价吼，跟房价吼，这个标悬啊。我讲，这个凶手就是政府啦。局长，你唔知有生理，你的看法安怎？有部分是会使安尼讲啦。好，对你嘛承认嘛吼。有部分啦。好，所以这才是吼，你政府你讲要来吼，就是讲，或者的厝吼，茫起甲伤悬，吼，啊，大家有厝通住，哦，唔是讲像咱政府的这个做法安尼啦。哦，你像讲足侪只个咱政府的这个土地，哦，即马你持有的土地、国有的土地，哦，还是讲台糖的土地，即马恁租出去好，还是讲
啊，标出去也好，拢嘛天价啊，对无？吼、哦，拢足悬的，啊足悬的时阵，你也想啦吼、哦，这就是泡沫化经济啦。哦，你像股票，你差价遐悬的时阵，哦，所以人即卖讲中国啦吼、哦，这有哪会足吃力的啦？哦，啊，卖讲中国、日本进前嘛，足吃力的啦。谢谢李文正议员。那现在请林美燕议员发言。来，感谢主席哈，局长。来，我早上说的哈，那个我们的土地价税哈，起价现在有民众非常恐慌。每年咱办公室要起，所以有的人嘛，这等于是非常难讲诶，得了忧郁症，烦恼每年的代志。我想有人对安那起，他根本不知道。尤其我们房屋税啊，连涨三年啦、啊。所以吼、哦，既然大家这样沸沸腾腾情况之下，阁叫你是不是爱到地方上去开个说明会？有，那个我想林议员上次给我们指教哈、哦，有没有？我们有排计划了。有排哎，我叫、我自己来，我南区长是被亏啊。南区，哦，那个我们副局长他、哎、他在负责这个事情。有吗？有要看，爱被去得亏，还是地区区公所亏？啊，请大家来，还是拄我大家上班时阵，你卡请人来。大概一个请假啊，这样子，我们是好啦，一个原则啦，你要规划的时候得暗喜啦，晚上啦，好，然后到各里哈，就是里的部分哈，集中一下到哪个里哈。我想我们南区，我要求至少开三个地，好不好？刷掉，好 ，OK， 好，谢谢，好，啊，局长。哎，这样讲诶，你讲财政问题啦，吼，财政问题不会影响就是整个这个建设啦，吼。其实我来讲，民众讲诶，包括前几天在讲的迄个关怀据点诶钱，都无法度很就是很慢才发放啊。包括你要抽奖一寡钱嘛，拢是啊，你有个人你车坐到进那要清款嘛，无法度清。我想都一再会影响大家是一个人哦，要开要我咱来。工程来发表的时候，人有的人要来投标的意愿呐，所以这点我想局长你去处理一下啦，好不好？那个我们有在，我有在注意这个事情。啊、你要注意一下，真的非常严重，非常非常严重哎，尤其是补助款非常严重哈。那还有一点哈，我这条手中这个所在哈，我想第一了，这个是民众的陈情啦，一共第一了都市计划第十五号的道路公共设施啦。用地的征收啦，吼，因为面积之前，咱台南市政府做唔对物质计算错误，火云顺溪的差了将近400万啦。申请了20几档啦，既然还是讲一经费不足，无钱啦，起又无钱啦，所以无我都合理啊。公共设施也盖那么久了，已经完成了。啊，小这件，我小你嘛是要去注意啊，无钱。啊，你个用钱钱提议，你做地下，你讲去咧使用啊，佫会使讲讲无钱。错误在我们市政府嘞，面积计算的时候是错误的、哦。这个案子因为我不清楚，所以我会给他给你，好不好？是是是好 ，OK 好。好，感谢林美燕议员发言哈。那现在那个林文正议员还要发言吗？那不就按再按一下，你要发言吗？好，那你按个灯，你按一下好了，你不要发言嘛哈。好，那我们请李文正议员发言。等一下，等一下，慢些，慢些，那个。局长吼，你坐咧倒吼，因为即卖啦吼，像讲咱即间公告地价吼，即卖咱调价悬啦，啊调价悬吼，你像讲我都接到即、這个吼，咱租台糖的土地啦，下一寡遮的工厂啦，啊即卖吼，安尼调起来吼，就亲像讲话调较侪，话调较少嘛，甚至话无调嘛。啊，即马伊安尼甲算起来，讲加差三倍啦。啊，这个所在就是伫迄个高速公路的交流道的新市啊、盐行这大家啦。哦，遐有一个啊，甲台糖的租的这个工业用地啦。啊，即马吼，咱这个公告地价吼，即马公告现在即马调遐悬啦。啊，调遐悬吼，你也想即马这个传统产业敢有遐好做？无嘛。所以吼、哦，因遐贵个，大家叫苦连天呐、啊。哦，啊，我有打电话去啊，即、這个台糖个啦。哦，啊，因为当初是因拍个即个契约，就是讲啊，迄、那个对即个地价调整嘛。哦，啊，虽然当初是讲对即个地价调整，但咱知影，哦，因为即摆即个工业是阁愈来愈歹做啊。啊，即摆你若讲调小块，吼、哦，
啊，佫伊还佫赚会条。你讲一捆头甲钓起来差不多三倍，啊，这等于比外口的较贵呢。啊，所以啊，因即马因安尼要甲政府定情啊，吼、哦，伊甲台糖的定情，台糖的讲啊，即个咱市政府即个公告现得钓起来啊，吼、哦，爱来找市政府啊。所以啊，咱来针对遮的即个问题吼，即咱嘛得爱来做一个配套的处理啦，吼、哦。啊，无伊个工厂，伊个规个就全部爱关起来。啊，关起来，你台糖啊，你嘛无租金通收啊。哦，啊，即个工厂伊无做，迄、那个就无就业机会啊。哦，对政府的税收来讲，即、這个就颠倒是不利的嘛。哦，所以咱咧调即种即、這个啊、公告现达，吼、哦，也是讲要做一个起价这款的动作的时阵，即个咱有呾得爱关前顾后啦，吼、哦，爱安尼全盘的一个啊评估考虑啦，吼、哦，你若是讲今仔日哦，阿公到商业用地，吼、哦，也是讲到主体区用地，伊确实哩有影得讲迄个地价得起遐尼悬，哦，啊，你像讲因咧是咧做工业用地咧，哦，也是讲甚至有诶是租做农地咧。哦，结果你这个广告现在你甲调起来两三倍的时阵吼、哦，这变作讲水淹甲平康，因绝对是站袂调，站袂调。对咱的社会来讲，这就是讲台鸡啊来摕这个鸡卵同款嘛。哦，安尼的时阵你讲要安那去发展啊？政府安尼做敢着？吼、哦，乎你短时间我当加扣我税啦，但是你害规个经济会崩盘啦。哦，这个局长是不是这个部分吼？哦咱有啥物补救的这个方法无？李议员，你讲的这个问题哈，这一算台糖一是算经济部的公司啦哈。进中央，假使讲科技部哈，伊、对科学园区伊是有算讲动长的一类咧。伊爱比方咱在科学园区内底啦，啊，伊就讲伊也无去解啦。经济部的哈，可能这可能要甲经济部来澄清啦。哦，所以局长他讲啊，像讲这个个矛盾啦。对。哦，今仔日咱对财团，咱会当讲啊，我对40%的宜山水加减落来加10%。哦，然后咱对这个啊，迄、那个科学园区，哦，科技部咱就会当迄个讲动涨。哎。哦，啊，你经济部啊，才做传统产业的，才唔着细汉的。哦。我跟你讲呢，迄、那个即个高科技的产业，因交偌济税金嘛？你讲我听看卖咧。也足侪是免税啦。免税咧，足侪啦。哦，所以我讲，常在你讲台湾的即款呢，社会是一个不公不义的社会嘛。那有侪讲即个传统产业，吼、哦，啊，大家安尼税交较高，哦，啊，无享受政府任何的即个资源。大家一家皮箱关咧，安尼招聘天涯海角去咧做生意，去咧拍拼。结果遮个一挂啥物所谓的高科技产业，吼、哦，土地啊免钱啊免税，吼、哦。爱钱啦，唔是讲无该去安尼啦。哦，当然，这个土地当然就是讲，哦，我到这个吼、哦、生产业偌济，然后我才交千分之来偌济嘛。哦，但是。毕竟你就是无去嘛，你若去的时候，你嘛是对咧去啊。哦，但是即马你讲经济部，所以咱政府咧做这个代志啊，咱袂使大细心一啦。哦，你今仔日即个传统产业，吼、哦，即嘛是咱的人民，吼、哦，即个做什么高科技的产业，迄嘛是咱的人民，哦，大家都爱交税金，唔只对。哦，啊，你今仔有即讲伊免交税金，吼、哦，有优惠，啊，结果伊即马。土地个动涨，哦，啊，即马即个传统产业，逐渐钱啊起价高，底下挨白叫无，哦，那有即款的政府，即款的即个政策呢？哦，足简单嘛，你做一个财政局长，哦，你若讲一个当一个国家，哦，还是讲即款的一个无公平的制度的时阵，你要哪会当讲其他即个国家会当真正带来繁荣跟发展啊？哦，对无，局长，哦，这。做不应该的啦，哦，所以我希望讲吼，迄个局长吼，因为即卖人嘛是甲即个问题吼指向即个市政府啦，哦，因为即市政府企业也无法度啊，阮着干那收租金尔，哦，哦局长，因为阮市府租台糖的土地吼，
嘛是照常回去啊。吼、哦，啊，我讲啦吼，这是无正常啦。哦，你今仔日你讲要带动这个高科技的产业，哦，你都会向讲啊，你都拿偌济这个营业额，哦，你才来交千分之一嘛。哦，啊，你即马你讲政府来做这个，哦，不管是你政府做还是民间做的。即马像讲吼，阮五期重划区啦，吼、哦，有一半地啊，即个国有财产局的土地，啊是讲即个学山地啦，吼、嗯嗯哦。结果即马恁拢照即马的公告现代公告地公告现代共租嘛，吼、哦。即若像讲，我相信伊租的即款的一个租金嘛是共款对即个公告现代的调整来伫咧起价嘛。啊，你甲想迄边安怎做啦，吼、哦？迄无可能通做啦，哦，所以我常在咧主张，就是讲政府袂使把遮个土地租出去啦，哦，因为哦，你把遮个土地租出去，其实啦吼，加害死一大，等于是去剥削遮个生意人嘛，哦，因为伊比把即个店面租的佫较贵嘛，哦，所以你也看即马即个国平路、樱花路，哦，也是讲即、這个。军兵路、健康三街遐，其实咧生意嘛足歹做个啦，有诶做做就关起来，因为安那呢，因为租金太贵啊嘛，哦，所以我咧讲像即款诶，即个土地，即、這个国有财产局诶土地，吼、哦，教育部诶即个土地，吼、哦，讲国民党两支脚早就乱跑走来到台湾，伊有炸啥物来到台湾啊？啥物结果一个来到台湾诶时阵，啥物贵诶土地拢？拢恁的，哦，世间哪有这款的代志咧？哦，所以这个土地啊，这嘛是爱幸福这个人民啦。啊，你讲要幸福这个人民吼、哦，当然讲啊，迄、那个这都已经吼，滚、哦、啊地人啦，要行嘛，唔知要安怎行啊。但是呢，应该咱的政府都爱把这个土地，哦，即嘛像咱都无停车场，无公共的设施、公共的空间，应该咱遮看是要通过都市计划变更加。啊，改造公用地，还是改造停车场用地，改造公共设施用地，啊，把这些土地幸福人民、幸福地方啦。局长，你有赞成安尼看法无？我真赞成这个看法、哦。对啊，好、哦，但是真赞成吼，即、哦、马政府就是讲干呐，迄、那个计钱死啦，吼、哦，就讲、是、啊，我这些土地，哦，即马像教育部吼，伊、哦、就是讲租土地较好谈，伊嘛要，伊即马办教育嘛无要认亲呐呢，哦，因为土地租到遐尔好谈呐。哦，啊，大家怎啊来租这个土地？哦，啊，是讲来卖这个土地？哦，啊，其实这个土地，这拢嘛本来是台湾人的啊。哦，啊，即马你啊看咱的生活空间，哦，迄、那个公共设施遮尔少啊。哦，所以这个局长吼、哦，因为咱有呐，有当时啊，咱我常在咧讲，咱就爱先要求家己啦。对。哦，你今仔咱要甲人起价。哦，像讲我今仔我开一间店，你敢知影即马像外口咧做生意的吼，即个卖路边摊也是讲开餐厅的啦。即摆你看菜遮尔贵啦，吼、哦、啊物件嘛当起价咧，吼、哦、你想？
好，那个谢谢李文正议员哈、哦。那我们在现场的议员李清正，要不要让我们？不，阿伯哥讲无？我叫阿伯哥讲个起一改定啊。李议员要讲无？哎、啊，副议长要讲无？副议长你敢要讲？副议长要讲无？啊，你敢要讲呢？啊，你顶无气节，顶无气节，麦讲头开了。我是讲啦，我若准讲是副议长要来讲啦吼，哎，杨浩，我们正卖去讲啊啦。啊，其实是安尼啦吼，今仔日啊，伫即个报纸吼，伫网络啦吼，咱毋知有看到即个新闻无吼？伊即卖咱的即、這个即、這个大润发吼，啊是吼倒一个迄个大卖场哦，即卖是迄个法国人来咧经营嘛。啊，即、這个法国的即个主管啦，伊讲伫台湾吼。逐项拢好啦，但是有一个真奇怪的这个现象啦。伊讲伫法国的时阵啦，吼，因为这个火气啊，吼，这个员工拢会嫌头家发帕拉根啦，哦，伊就是讲不管大小的代志，这个火气啊，这个员工啊，伊拢会安尼看这个头家吼，安尼大细声啦，哦。但是伊讲来到台湾的时阵，来发现讲一个文化吼，因为台湾人啥物话拢无爱讲啦，哦，就是讲。有呐啊，这个都哦，啊这顶司咧吼，啊这头家咧吼，所以就较无爱讲，吼、哦、啊这个主管呐、啊，伊咧讲安那呢？伊讲一间公司啦吼，那、哦、是讲伊的这个员工啦吼，那、哦、是会堪伊大细声啦，吼、哦，那会堪伊安呢啊，愿意把伊的心内话讲出来啦吼、哦，表示这个员工啊，伊是私中的啦，吼、哦，伊是会堪这间公司吼安尼同甘苦啦。哦，啊，即呐，套咱一句台湾话讲，啊，即、这个嫌货较是买货人啦、啊，哦，所以咱应该得要有即款的即个文化，哦，就是讲大家啊，哦，即、这个无合理的物件，哦，咱得爱大家来甲弄个破，哦，无合理的物件，咱大家得爱啊，来做一个啊，即、这个大家来努力较对，吼、哦，但是呢，伫台湾我感觉讲，啊，即、这个是有当时啊，吼、哦。真让人感觉真失望啦，吼、哦！所以我最后要讲的是讲，吼、哦，咱今仔做一个财政局，吼、哦，做一个主计单位、财主单位，吼、哦，你都爱讲啊，咱迄个有遮个财源的收入，吼、哦，你像讲最近拢咧讲棒球嘛，哦，啊，像即个北海道的即个沙波拉即个球场，吼、哦，因的政府啦，吼，就是讲啊，这个球场都已经较旧啊，吼，人因的政府人伊就安尼讲，我要骗我经费吼，啊来甲这个球场吼，来甲整理哦较好势，哦，这个就是讲，咱有那是爱借用这个民间的这款的一个资源啦，哦，民间的愿意来投资啦，吼，啊，民间愿意来投资，就表示讲吼，这个社会这个是活泼的嘛，哦，这个经济这个是活泼的嘛，吼。啊，你若像讲到尾啊，你像讲咱台湾的这民间的投资，吼、哦，因为那差不多拢这大财团嘛，啊，大财团，咱咪讲大财团无好啦，哦，但是安那呢，这个大财团当时啊，伊股票炒炒的咧，吼、哦，有当时啊，房地产炒炒的咧，吼、哦，有当时啊，啊，伊迄、那个，吼、哦，像讲进前的时阵，就真济，就哦，啊，我迄个来投资啊，来炒炒的，啊，可能吼、哦。迄、那个看有中资的时阵，大家就寄望讲中资遐会当过来，甲咱买啊，吼、哦！但是尻川半半咧走啦，吼、哦！所以这款呢，这个啊、经济呢，吼、哦，这個、对台湾的这个帮助啊，这个唔定讲无帮助，颠倒是有伤害啦，哦，颠倒咱就爱安尼脚踏实地，吼、哦，啊，一步一卡印，吼、哦！啊，今仔一个政府足简单，吼、哦！你若是讲这个政府做了好。哦，就是讲你有这个民间的投资，民间的这个活力，吼、哦，这个经济活泼，哦，我会当借力使力，哦，我会当来善加利用民间的这个资源，哦，我会当减少政府的啊人力物力的这个支出，哦，那安尼时阵，咱的这个啊财务的状况，咱就会得到改善嘛，哦，对不？唔是讲今仔日讲，哇、哦、我，吼、哦、一直来起价。吼，啊是讲啊，我一直安尼为着这个收入，吼，啊我得来啊，这个用一寡这个规定来增加我政府的这个收入，吼，这款的时阵呐，这拢袂久长啦，啊，大家大家嘛在遮嘛为着这个钱在咧，吼，哦啊，这倒一个政府个
倒一个地方政府啦，是中政府，佮欠偌济钱啦，佮负债偌济钱啦，哦，咱应该都爱有迄个尻川，较人食迄个泻药啦。像讲咱的台湾的经济规模偌大，吼、哦，咱的啊公务人员偌济人，吼、哦，咱的政府的规模偌大，哦，这拢爱有一个比例原则嘛，哦，当你无即款的比例原则的时阵，当然就是讲你力不及出啦、啊，吼、哦，局长敢是安尼，吼、哦，所以我一个真深的感受。就是讲，咱真少看到民间的投资啦。哦，一再去你我讲的讲，哦啊，基米，因为基米啊，伊先讲伊是有哪一个企业家，吼、哦，伊嘛毋是讲今仔我生理人，吼、哦，讲啊我来投资这款的一个的生理，吼、哦，基米是一个啊企业家，吼、哦，伊感觉讲伊需要回馈这个社会，回馈这个地方，吼、哦，然后伊投入一寡文化这款的一个啊回馈安尼，吼、哦。你讲这个饭店的中间，哦，饭店的中间，你像讲咱啊，这个安平的这个所在，哦，本来安平这个所在是真水的，哦，结果的时候，你看咱共区段征收共重划落去，实在讲啦吼、哦，你也看遐的这个土地，敢有影吼？即摆遐土地有啦，哦，啊变作怎啊？遐土地一平有哪几啊十万啦，哦，但是几啊十万的时阵，哦，敢是安平人来得到这个？哦，敢是咱的乡亲市民来得到这个利益？无啊！哦，颠倒把一个景色自然的这款的环境颠倒把破坏去啊！哦，啊，你也看像讲政府所投资的这个，哦，我即摆我都当然，迄不是讲偌市长的这个时代啦。哦，你像中国城啦，你也看起起来佫拆起来啦。哦，啊，你也看像海岸路地啊街啦，哦，你也看像黄金海岸啦。哦，我讲啦，迄若要讲啊，讲袂了啦。哦，啊，你也看像即马迄九份啊大牌、嘉南大船的大牌，吼、哦，你也看规个拢阿门土化嘛，规个拢甲控迄个阿门土落去嘛。迄咱本来是一个绿地所在，一个自然生态环境的所在，结果的时阵，咱政府就一直用这硬体的建设，吼、哦，啊，你像讲滨海公路，你也看像迄滨海公路到漳溪嘛，才二十栋尔呢，你讲迄桥都搁咧顶做啊呢，吼、哦。那有一个讲一个公共工程的一个建设，都干阿动二十栋尔，安尼套起台湾人偌济铁家伙，你搁税金，你搁安那来起嘛无够，吼、哦，这个局长，哦，所以我是希望讲吼、哦，因为像我做议员、做民意代表啦吼、哦，我伫基层安尼伫咧走啦吼、哦，我有当时啊，若看到咱的各单位啦，做一寡这公共建设啦，有当时啊吼、哦，真正是还是足伤心的啦，吼、哦，摕钱开套甲无打紧啦，搁破坏景观啦。吼、哦，根本无任何的效果嘛，吼、哦，吼、哦、局长，所以当咱看到这款的家己的管理，吼、哦，家己的这款的一个能力，吼、哦，安尼还阁遮尔啊无好的时阵，咱敢有迄个面底皮讲来甲人起诉，吼、哦、局长对无？啊，哦，迄、那个你有哪拄着啊？有哪得爱出去讲哦？啊，这到底吼爱验收啦？吼、哦，哦，啊，这开几亿万，开几千万，吼、哦，啊，这个物件，这个做了到底伊的效果是安怎？吼、哦，局长，对无？嗯，对。哦，你唔知道关系，你唔知道有甚物款的感想无？这你头拄仔讲的是无唔对啦，哈、啊，但咧一寡公务人员是应该常常出去外口去巡视的啦，哈、啊。这市区各迄个建设，咱来去看者，看有迄个破坏。自然环境的也是浪费的啦，哈，这是应该的。即马吼，当时啊，那当时啊，咱像讲迄个台湾的即款的政治的生态啦，哦，就是讲哦，啊，咱要来治水啦，哦，啊，要来做什么款的一个工课啦，伊即马就会当一笔的经费咧，因为安那呢，这哦，这人民的安全、生命财产的安全，哦，啊，结果有当时啊吼，含实际即款的一个，迄、那个落实吼，哦，这有当时啊一顿差高笑咧。哦，有当时啊，咱伫中央吼，啊、哦、有一个政策，你就讲土壤异化就好啦。哦，土壤异化，你啊想啦，土壤异化啦，我讲全台南市，你政府拢忙外建设啦。结果你啊看一个土壤异化的名气，就会当开吼，讲、哦、要骗偌济钱啊？中央啊，啊局长你知影无？拢总偌济我是唔知，嘿、哦，我无注意。啊，有这笔经费嘛，对无？有，哦，地单嘛。哦，啊！你讲这阵，迄就是安那呢？那有一个土壤异化的问题啊！吼、哦，那安尼的时阵，你新南国小、金城国小呀，你拢嘛搞开发，
五期重划区，你也慢我开发，因为这种土壤异化区嘛，这拢是西湖海平的所在嘛，吼、哦。所以，迄是毋是讲非常的矛盾啊？迄竟然是咱的公务人员呢，竟然是咱的政府呢？吼、哦，什么要灌浆啦？吼、哦，什么要骗几百亿啦？吼、哦，要来改善这的土壤异化啦？啊，这得安那呢？这得摸白骗无嘛？吼、哦，所以我即马要讲的意思就是讲啊，这个咱要要求老百姓的中间，要求咱国家主人的中间，咱政府咱家己要先啊，要求好势，吼、哦，要自我爱自我检讨啦，吼、哦。好，感谢李文正议员。那我们会长要发言吗？那我们林正议员，我等足久啊，主席。你等足久啊？我是讲啊，文正兄吼，安尼一直要讲我吼。来，来，请林清正议员。归处理，和你讲好了的。好，我两句话为娘。咱财政局长啊，张局长，坐你这边家吼，你算大兵啦，这边小兵。坐你你那边遐吼，我拄啊捌你甲副局长，啊，较后边迄家里迄个。兄弟吼，你即摆财税合并了后，安尼换真侪人，来你甲介绍一下来。好，尤其是新化，即摆是换到第几条台啦？啊、新化啦。我一个介绍。太拢唔捌啦。介绍介绍啦，好。你介绍一下。哦，这个是柯副局长啦。蛮好，好咱吼再乡亲捌一个。沈副局长，好。伊在伫税务局，好。一个，这是工产科陈淑文科长。什么妇产科？工产科。好、哦。啊，一个支付科王美华科长。啊，烟酒科吴鼎汉科长。啊，这个是台南分局的徐主任。啊，这个是新化分局的陈主任。对对，到来。伊本地伫安南分局。好。这个就是我现在特别注意的，他都按副局长加工机上摆的啦。哎，我没讲，我没讲，我没讲。我你今麦讲好哦。好了，啊，这个是新营分局的刘主任。新营还是退休今麦话这个？新营的升这个专门委员呐，哈。哦，升官了。哎，是、哦，好。啊，这个是咖喱混酒，这个是李主任的，好。啊，这个是安南。这个我那今麦升官了，咖喱这个。伊本地考掉了吼，啊，就调新化，啊不，嘉里分局要做助理。哎、哦，即摆恁三巨头两个已经拢退了，啊，你即摆唔着个考卡个考啥个？好了，啊，过来。安南分局张主任，啊，这个是综合企划科李科长。啊，这位是财产税科庄科长，啊，这个是一边是牌照税科王科长，啊，资讯科吴科长，人事室王主任，政风室何主任，会计室因为今日主任请假，由翁股长代替，秘书室郑主任，啊，这是你的团队啦，是，哦，财税合并了。目前第一批上届强的团队，敢是？第一批嘛，上届强的。是是是。啊，你有定还要换几个？换几个？干未？没啦吼。没。再久下来看，我就算你浪费啊呢。这算上届强的。是。哦，好啦，恭喜啦，无代志啊。好。无代志啊，我有电话代志无？我会讲。啊，你也不要讲了啦哈。好 ，OK 了哈。不。那。你们够吗？没了。好，感谢我们财政局，我们的张局长哈，还有我们的那个团队同仁，还有我们主席室的陈组长团队同仁哈。那没有议员登记发言了哈。那主席在此宣布散会。